主料糯米500克，辅料白糖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蒸好的糯米饭加糖拌匀冷却，取模具放上拌好的糯米压平脱模，有芝麻撒上芝麻提香，忘记准备芝麻了所以没放。烹饪技巧，糯米蒸熟又放水爆，成泥更糯更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